FDA 的经贸奖是我们台湾国家的卫福部所赋予你的奖项。哦，那这个奖项呢，它的含义有包含了厨艺、厨德，哦，有没有在社会上做公益？那你有没有在国际比赛得奖过？哦，这个也是评比当中。对，那我在108年度，比较荣幸得到这个经贸奖。消费者他们来买的话，他们比较可以说，买比较多种，尝试各种的口味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做的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口感吃起来的状态，我们都会做，比较软一点点的，不会像国外，因为毕竟欧式面包它是国外的面包，所以它吃起来它会比较硬，对，那它都要烘烤过，那其实我们台湾人还没有太多这个习惯，所以我们会做的比较软一点点。让它比较接近我们台湾人吃的口感。